呢，它是超弹的一个针织面料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往上穿，它就可以包到你的副乳，而且有没有看到它是这样子包住的？好，它不太会掉下来。再来呢，大家最害怕的下身，一定会觉得说，哦，会不会很胖？来，我给大家看下身，下身可以装这么大，有点让你们出乎意料，对不对？到 XL 都不是问题，裤子可以快穿到中高腰哦，九头身的概念，那你可以自己去做你自己想要的比例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这裤子是很舒服的，它完全没有显胖的程度，它是非常顺身的。然后裤长的部分也不会很短，大家不用担心，而且它完全没有贴臀的部分，它整件都是超弹力、高弹力，不论是上身还是裤子。那你不想要扎进去，你要放出来也可以，它是可以这样穿搭的。你把这个裤子拿来搭其他的上衣，不论你想要黑色、白色、灰色、粉色都好，其实这裤子非常非常的好用，而且非常非常的舒服。然后它是薄针织，所以海外的部分你不用担心，既然它做了平口跟短裤，就是大家都可以穿的，有没有？非常好看，直接拥有37比例。这高个也可以，我觉得非常 OK。 因为高个最后有卡裆的问题，但是它穿起来是好看的，我可以跟妞妞一样，就是扎进去，然后也不卡裆。对啊，对，然后黑色就一定瘦。然后刚刚讲了，从上身的任何的布料到裤子全部都是弹的，都是瘦的，到 L 号都可以穿的。